位好，我是汤姆，这次来介绍双赢家理财游戏，这是我自己发明的专利哟。第一篇，双赢家游戏和致富密码。这是一个理财游戏，很多人小时候都玩过大富翁的游戏，我指的是四五年级观众的小时候。然而六七年级观众的小时候所熟悉的应该是富爸爸罗伯特清崎的现金流101游戏盒，而今天介绍给大家是我自己发明的理财游戏盒，叫做双赢家游戏盒。请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最后有汤姆分享的大礼物送给各位哟。咱们开始吧。玩游戏就是要找咖，打麻将要四个人，打篮球斗牛也要四到六个人，三个人的游戏不多。如果你只有两个人，建议找异性吧，至少玩的花样内容变化会多一些，嘻嘻嘻。当然咯，如果你只是一个人坐在电脑前面玩游戏的话，你可以直接忽略了，因为我后面谈的是理财赚钱，不只是在玩游戏而已哦。汤姆在此诚心建议，富贵要人帮。许多人每天骑着 Uber 到处代购送货，也是要有客群压，所以想要富贵就得先要找人帮，找对的人。问题来了，要人家帮忙肯定不好说出口，如果说要一起玩个赚钱的游戏相对容易多了，所以这套双赢家游戏盒就是链接亲友互动的最佳工具。接下来汤姆就要开始示范怎么玩这套双赢家理财游戏盒了，开麦啦。建议游戏人数四到七人，游戏开始前当然要先熟悉游戏规则咯，有简易的游戏说明也有详细的说明书，咱们一边准备一边说明吧。首先发给每个玩家初始现金30000元，可以自行找零钱小钞。游戏盒提供的16种纸钞，从100元到5000万元的面额，请自行运用。然后玩家选择自己颜色的棋子放在起跑线上，然后游戏一开始在一叠的梦想卡片里选一张自己想要在游戏里完成的梦想。汤姆有保留一张空白卡片，你可以自行填上去自己真心想要达到的梦想哟。各位应该已经看到每个玩家是放在一个运动场跑道上的起点，没错，这就是一场玩家之间的赚钱比赛游戏，你扮演的就是一个运动员，比赛谁先来完成自己的梦想，而完成梦想的前提是赚钱要赚得比别人快，比别人多。跑道上的数字代表你的收入，每次轮到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一笔位置上显示的数字金额。加油咯，玩法很简单，你是一位运动场上的选手，首先要翻开一张大会报告，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然后依照卡片上的指示进行活动，然后接着再翻开一张银行家，看看自己的财务状况，依照卡片上的指示进行活动，依此轮流，玩家依顺时针方向轮流翻牌，再依照指示进行活动。这个游戏最迷人的部分就是要有赌性，要有企图心。如果你只是想每月干领薪水，你将会发现你是留在原地的人。所以激发你强盛的企图心吧。如果你连游戏中都这么犹豫不决的话，真的要落后了哟。接下来看到球队看板了吗？运动场上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比赛哟，也要关注其他的运动赛事呀，有机会帮助你赚到钱哟。
玩家可以先拿出一点小钱来试试看，试试看吧，说不定会赚到大钱哟，呵呵呵。汤姆发明这套游戏是为了要补充大富翁及现金流101之间不足的项目，就是六个财富来源及六个来财的对象的致富密码。听到这里的观众，请记得按赞加订阅哟。汤姆会定期上传相关的影片在汤姆一号之中。接下来分享给各位观众的大礼物是解开理财致富的密码，六个财富来源及六个来财的对象。六个财富来源分别是事业、财产、社会、灵感、健康及家族。六个来财对象分别是自己、父母、兄弟、配偶、子女、朋友。这十个项目就是对应到中华文化紫微斗数里的12个宫位所代表的意涵。你可以在游戏之中全心感受到这12个项目是如何帮助你，帮助你理财赚钱快人一步。汤姆会在后续的影片中逐步介绍每一个致富的元素是如何帮助你赚钱比人快一步的方法，敬请持续关注。今天先介绍到这里。汤姆已经有制作实体的游戏盒，这一套双赢家游戏盒就是链接亲友互动的最佳工具。双赢家游戏盒介绍短片将不定期在 YouTube 上面公开影片，敬请持续关注。记得用你发财的小手点击按赞、订阅、加关注，下次更新不迷路。感谢您。